如何用布织布做星星挂件？每一个人在一生中都会有一颗守护星保护着自己。今天就跟着几分钟课堂来学习如何用布织布做星星挂件吧。你将需要红色布织布、填充棉、丝带、针线、活动眼睛、球形链、强力胶、剪刀。第一步，用布织布剪出画好的星星形状。第二步，用平针绣在布片上绣出五条黄色的线。小提示，请参考几分钟网视频《针法教程之平针法》。第三步，将两片星星用锁边法缝合。在其中一角上加入丝带，并留口。小提示，请参考几分钟网视频《针法教程之锁边针法》。第四步，在星星内填充棉花。并将星星缝合。第五步，在星星上粘上眼睛，加上球形链，这样星星挂件就做好了。你知道吗？恒星诞生于以氢为主，并且有氦和微量其他重元素的云气坍缩。